好好好好，辛苦辛苦了，宝玉啊。对，把免费的整了就行，咱也不整最后了，兄弟们。你看我这个，我这撕的，这块撕不掉。早就第一名了，我的老天爷，这白天的档好大。欢迎余生，欢迎小胖啊，谢谢哥，谢谢哥，谢谢妹子。他一问，哎呦，人多人，咱这个点聊天都8000人，我老天爷，两点，挺狠了。吹笛子可以，咱周机微咱不知道是干嘛呢，要是乐器的话，我还得提前去弄伴奏。他不是上我直播间大手就来，他们的伴奏还不一样，还是找好调。他说咱们就不知怎么事儿，我想去擅长去看看。我俩舅子都没吃饭了，哎呀，他陪着我饿了。对，随时跑吧。说点不在行的，你们就跟哎呀，也哥好，影飞哥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白天直播了呢？没有去参加活动了啊？参加活动，这他们聊聊会天啥的。参加谁的活动去了？鸭舌。鸭舌？啊，卖鸭舌去了？不是，就是鸭舌，鸭舌，鸭舌咋的了？家有啥事儿？是白活吗？啥活？过啥活？过生日。啥活？生日，过生日，你说这没到70，没到70-80，那过啥生日呢？我师傅今年66，本山老师66都没办，你们他老过生日，哎呀，给我带200块钱礼啊！给我带200块钱得，多一分我都不随，没那过。你现在在哪？是在徐州啊？我现在在杭州，在杭州哥。杭州，哎呀妈！杭州啊，杭州我前两天没去。杭州前两天啊，杭州有一个不算是首富吧，杭州的前五，就是前五的一个大哥过生日，我让我徒弟他们去了。完了那个呢，我没去上。杭州那地方现在老热了，杭州老好了，老漂亮了，老漂亮了。你是跟大伙儿唠嗑呢？欢迎刘一水老师，你是跟大伙儿唠嗑呢是吗？啊，说话呢哥，咱有空玩哥。行啊，那我走了，有时间你找我啊。好，都关注我。好，弟弟，拜拜。我野哥，好，拜拜，弟弟，拜拜。永飞哥是我特，谢谢。整的我这些是整白活儿。不是白活儿，因为你像我和野哥，我们俩之前是干同行，唢呐嘛，啊，是这趟。这样来，你看又来了，在哪儿？在萧山啊。你们来啊？不是你那个，我下午去啊。你那个晚上走吗？晚上不走，我师傅今天晚上5点回来，我就见个面。明天走。5点回来是，然后吃个饭呗。好，行哥。你直接去，你去那边吗？我马上就去了。马上就去啊！嗯，你吃过饭了没有？没呢。那你来萧山，我请你先。不用，还有5点。等会儿随便吃点哥。你来呀。等会儿吃点就行了，哥。行，哥，没事，哥。你在聊事啊？我聊个天。等会儿玩会儿，我去找你玩，哥啊。给我直播间破个千，让他们看看8+的凝聚力。哎呀，你是在纯纯导流啊？啊？导流啊？我不倒啊，这你给我来一点。好，兄弟们，去咱哥直播间，兄弟们，见这么多人现在。我直播间就70-80人。现在呢？现在200多。你要看您，感谢杨哥啊，凝聚力是吧？啊，带个数，你信不信？来，咱们8个屏牛逼，8+牛逼。你啊，给我这帮兄弟整。整个福袋啥的呀，你整个防寒可以。我靠，我看我这里，我要拿那个手机充一下。行哥，行，你先充哥，先充。好，来兄弟们，8+人8个您真好。
这帮兄弟们，我们也不是天天跑腿的呀。你整个福袋，大哥给我们整个福袋去玩玩认识认识，挺好。你整的，哎呀，半夜人过来，人笑话。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对，然后就是，因为我那个还不知道，不知道去演什么才艺，就是也可能是总共他人多。其实兄弟们，你像这种场合吧，才艺多少嘛，兄弟们，嗯。咱也不能去多整，能用了咱们去整，不用了咱就搁那里看，嗯。然后就等会儿呢，等会儿去，他是我师傅的朋友，两千来是吧？嗯，所以说等有空，就晚他是这个晚上的话应该是先走红毯可能是，他不是那个伴奏查就行，所以说就是等会儿去看看，嗯。反正他也。谢谢哥，咱们把人机票都整整就行，兄弟们，把人机票整整就行了。92万，1179人助力，没有打人机票的兄弟们，咱今天白天打人机票，兄弟们啊，白天打人机票。这人机票这么复杂吗？这不咱把人机票给他都整了，嗯。30万。哟，赵黑，这没事儿，我这没事儿。硬的衣服，我天，我都不敢穿了。嗯，我这没事儿，我这就是一个小 logo。对，我师傅带刀。嗯，谢谢袁林哥，谢谢兄弟们。对，咱俩把人票整理就行。你们饿的话，哎呦，我马上来，咱下去，我拿着包，咱下去吧。走。你再去哪去？哎，兄弟们，咱下去。走吧，放下来。我饿。哎呀，真谢陈梦哥，谢谢袁林哥啊。晚上看，晚上看。晚上估计不播了，兄弟们，晚上估计不播了。胖胖的挺可爱，我属于那种，就是微胖型的那种，就是肉妞妞的，是吧？真像人，哎呀，啥对象人，人小，嗯。发现的风格呢？因为我们是白天没穿珠，嗯，这边静音干到第一就行。哎呦。我这帮兄弟们真是说，你把手机放一边就行。我的妈！没打，就打也。他们都一三轮，两千助力，再打30万。现在是哎呦，1458人助力，现在已经破百万了。我塞了，辛苦了哥一个，咱们。我觉得把免费的打出来，咱群里的兄弟把免费的打出来，我估计都是挺厉害的，兄弟们。有能有几张付费的，就是一毛两毛的就可以，也不用多整，因为这个点好打，咱别整的像晚上一样的都给我掏兜了，听到没有，兄弟们？啊，就是简单的，就是把免费的整整，看看这第几，要那啥的话，充个一毛两毛就够用，不用给我大整，这个点好打。这个点好打，他不是那晚上人多去抢人机票，咱这个点是咱随心所欲就可拿个第一了，能听懂我的意思吗，兄弟们？前十肯定前十啊，不用就是冲米过多打多少啥的，就是把免费的做，有那个一张两张的那些付费的就够用了啊。就烫一下，没事，我是觉得这什么事儿，就楚门那，咱又不是什么大腕儿，穿那么好，你看，兄弟们。大哥说啊，这不挺好吗？对吧？这出门这块，哎，这不挺好？我们只是一个普通人，知道吗？不是普通不普通，这普普通通。这兄弟们，这不好看吗？兄弟们，这一块，哎呦，对吧？挺好，别整的像个是整上啥一样，穿着多好，挺好。精神小伙对，挺好，这啥哪里不好了，这又不是干嘛，嗯，谢谢兄弟们，咱就是人家要整整的就行了，不用整那些什么礼物啊，大网红，哎呀我都服了，哪来的大网红，哎呦好，我下去，拿咱的包，是吧？包，
给我拿我包里皮儿给我。就弄这样，兄弟们，我下楼，到电梯的时候可能会卡的话，你们就是能卡个几秒钟，因为电梯嘛，电梯会卡，兄弟们啊，电梯会卡，你们多担待啊。对对，可能会卡。这个，没有，我接个麦。这谁呀？那小猪呢？他今天没在。啊，就换人开包，就换你开了。对，我给他那个，他今天呢，跟身体有点事儿，没开播，我给他那个。代步一下。对对，他去哪儿了？生病了吗？住院了吗？化斋了吗？娶亲了吗？没有，他没有。目前呢，就是那个，我经常看你俩，看你俩直播，就你俩挺好。你看过我俩直播？对，经常看你俩直播，你俩对，啊，对，嗯，就是你俩认识吗？你俩呀？啊，也不太熟，我觉得你比他帅一点。像认识好多年一样，那语言你俩在一块儿，就是老啥的，是吧？啊，不太熟，我觉得你比他帅一些。我知道是他本人啊，我这不跟他就说着玩嘛，我知道是他本人，他们一个劲的教我。不是他是我公司的人，我是他老板。对啊，看出来了，你这老板的气质就要比他好一些。这就是，嗯，你们俩就不挺好看，有人在那个啥，就是那个挺好。嗯，他经常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经常给我提醒你，就是直播戏演的老好了，就直播装机。啊，还经常跟你提起我呀。对。他怎么说的？有没有说喜欢我？还是。挺好。为啥我一放这个，为啥一按这个音效，这位哥哥的声音就没了？嗯，我这个没有声卡，这都哦，怪不得我就说了呢。谁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挂着杀猪刀啊，怪不得呢，怪不得挂胸前脖子前挂了个杀猪刀。对。那我问一下，这位哥哥，你今儿个是播着玩一下是不是？对，我不是玩一下，就是下面的这个今天那个好很多领导那个来我们公司视察，让我开个直播给他们聊天。嗯，哦，这么优秀呢？对呀，现在太正经了，有些不习惯。所以说，那今儿个咱们。要小小玩一局还是不玩呀？都听你的。等，你毕竟是老板嘛。没事，等我的，等我的八戒回来，我让我兄弟在那玩，我不行，我这不会那啥。他演的猪八戒。你不行。对对对。啊，你不行，男人不能说不行。那行，那，猪猪的老板，那我先告辞了，咱们有空再连啊。行，有空你空的话，那个让八戒给你玩啊。好，那我走了，记得想我。你讲话，找张嘴。我告辞了。我，你好吧，挂。嗯，好，我走了。真能扯，真能扯，我这赛友，我惹对。走，打开去。这样，兄弟们，这样，兄弟们，你们呢？等会儿可能会卡个三秒、五秒钟，卡个十几秒钟，兄弟们，我上第，上那个，上那个电梯，走，放完，我当主任，走，我也拿过你当了吗？我拿了，带了，我带去放卡，我带去买，拿了，保身份证，好，走，身份证给谁？拿个身份证，眼镜给我拿没有？等会儿呢，坐到那儿。就等会儿，在那一拍的话，在那神秘点，弄，就给他炫耀了呀，对吧？又不认识越好。
今天把人员整整就行，不用那啥啊，不用充多少，就把免费的整整就可以了，兄弟们。嗯，你看这个住的啊，住的挺好。这大房子里面，听见没有？嗯。这手机这个什么？给我来根烟。猫口是不是？嗯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地点呢，可好像建一个，我估计他想建一个大海，养鲸鱼。你看到没有？动工了那里，看到没有？对。我只要不对着我的脸，我老能扯。有眼睛吗？没有。啊，行，不要眼睛，眼睛无所谓。有是吧？好。现在这个电梯这个行业，我现在正在做，嗯，正在做，嗯，准备花那个30个 Y 啊，整整。我是人都吹牛逼。马上回来，马上会卡了几秒，兄弟们，可能垮个十几秒，兄弟们，多等等啊。八戒那个什么，八戒那个，等会儿来，他等会儿来，我先找他。谢谢陈默哥啊，我不戴面具，咱直播间的人大部分都不认识我，多惨。这个人你就到电梯上了。对，咱们可能马上就可能卡了，兄弟们啊。去哪里？去国足现场。在那开闸吧。不开闸，反正保宝来接咱们。回来了，回来估计打车都不好打，弄不到人。第一不弄吗？人多。我认识你，嗯，这没卡。你哪出去呢？找来。宝玉，看没有？宝玉。在胖了。嗯。嗯，对，宝玉来接的。在这等，他跑那跑他跑跑跑那屋里去了。这样。你看你跟他在一起的。群里的应该没有。兄弟们把群打开，把群打开，把群打开，兄弟们，咱管理这的话把群打开。我一盘进去了。哇，宝玉。走。走，还有不行。还那么漂亮，哼！拍一个，给我发叔，八叔，哎呀，好了，你们几个人？八叔，八叔好 ，hello， 漂亮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好，上车吧，走，那你把那个证件绑完了啊？啊。行。八叔，你先坐里面。行，好。叔。后面要坐一个。行，坐一个。哎呦，好吧，进去啊。这个我以为。凳子没关系，睡。对，稍微停一下。好，从后背停。后面吗？我搬不动。要不我坐后面，你坐前头好不好？坐前面，你坐前面。来。不是，我从那个侧边。好，来。从侧边可以。他在外面。QQ。哎。你在干啥？我在外面呢。你参加活动去了？好吧，那你聊天吗？好的，等我。好嘞，下面等我，咱俩等会儿啊。好嘞，拜拜。听话啊。好的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妈！看看宝玉，宝玉在这儿。这里。哎呀。对啊，他去接其他人。对，不用充米打印对吧？免费的就行。不是，八叔，我以为有人接你呢，你自己开车来的，是不是？啊。哎，你不早说，你要知道你那，我早就你。我还群里。我在这个酒店住。哦，在这个是吧？啊，这边两栋都是。哦。
我昨晚上五点多才到，四五点到。想去那个现场。那个牌子拿了？没有。今天没有给你们发牌子吗？他说说我去，说去哪里拿。那我那到现场我给你拿吧。好。因为像你的话，只有你有那种金色的牌子，其他人都是这种银色的。什么意思？就这种牌子。啊。没有牌子不让进，因为人可多了。啊。行。我开播直播间昨天都达到了7000人。哇。这么厉害。都是热闹，都是看热闹的吧。这哥几个，咱们做做任务就行，不用出米打，就刷个小人机票去你们就行了，兄弟们啊。你们都没吃饭对吧？啊。宝玉，你们不认识吗？我在你直播间见过。那个本人第一次。没玩过。啊。我们没去打过 PK。对。几万一个，参加舍哥的活动，舍哥走了又舍，对，我那什么，我咱不开时间长远的，就一会儿把人机票做的，哎呀，你接受就行啊。你觉得能不能情商？能不能情商？嗯，知道吗？他几个人？两个人。尤三也到了。有人好像昨天你们两个，我俩是一块到的，是吧？啊，他们昨天晚上到的。对。欢迎小宁，欢迎小宁，没事。啊，你开车，然后子豪、盛仔，然后游山，你们四个是自己开车来的。啊，很近。然后有的其他男的，他们就去接了他。谢谢你们啊。今天你的牌子不是在那摆着吗？我开直播、啊，他们要让你的牌子摆到中间，摆到小金链和小花朵的中间。我看了，谢谢帅哥，谢谢帅哥。战哥，帅哥，谢谢哥，好久不见哥。虎牙现在去泰国还没回来是吧？没有，我前几天刚发信息，他说我有好多人问你，他说他休息了。暂时不开播。我要打信息，他说他在泰国呢。啊。嗯。过来弄什么？别多。一百多个人。嗯。一百多吗？嗯。还挺远吗？不远，几分钟。啊。已经到了。啊。再过两个回。待会儿你待会儿你给我拿呢。嗯。你那儿。啊。而且车里拍油会变形。不会。曝光吗？我应该不会。挺好挺好。这样吧。可以。Hello， 欢迎我八叔来到石老板的生日活动现场。别喊八叔，喊哥就行。八戒有飞，八叔。对，支持，多支持。嗯，特别。谢谢家人们。特别好，咱俩都认识都好多年了。我们对、嗯，一年了啊，我们。嗯。我跟我八哥见好几次了。嗯。就这里。哦。哇，这么大海报还、啊？对。我等会去看看，哥，我在直播在忙。等会去看。你找我呢？一起，我头像那么大。等一下，帮我问他们。要停电这步吗？啊。不用，我们下了。嗯。后面人都扫一下啊、哦。啊，扫码是吧？啊。好。这边。对，打人票就行了啊，你们来，你往这边拿一点，人家，嗯，哎，好，没有网啊，再扫去，特别卡，就一个扫可以吗？扫不出来，要支我扫，哦，一，
我说的。稍微我看一下啊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别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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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。摁着对。来。好了。啊。你们都同时做的吧？啊，对对对。对，我知道对。这是。我问一下，等一下来一下，我问周总。啊。看一下 MP。嗯。为什么还有商务？商务啥好？多说。啊。对呀，这群的好多，群的好我。哎，周总。多看一下。那个八件永飞到了，他们三个人，然后没有给他牌子。昨天，因为他昨天来了，回那个夜里到的。管理不在吗？你们？我现在我们在门口。我就分享不了。好，行，我们下车呢。好。你在几楼？我在三楼呢。你拿来。谢谢。好。你拿来。好的，慢。兄弟们，丢人一票啊！付费的没付费的都打一下啊！等一会儿的话，应该就播不了了。兄弟们，冲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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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冲第一，先冲第一，兄弟们啊，先冲第一，把第一给冲掉啊！有可能会上楼，哥们儿到三楼让他们带你上酒。好的，上这个间。好的，好好行。好了，周总。李总在不在？上次那个李总。哪个李总？是不咱第一次来那个李总，那就是吃带你吃饭那个。他没有，他没有。他在公司管公司。他在那个什么？他在那个。上三楼的。他在合肥周总。可能会笑不怎么好啊。卡肯定卡了。因肯定卡。还一万人呢，你手里的媳妇儿要开你专场，没有还我吧都，都找我。对，兄弟们，抓紧时间啊！没有多少专场送出来啊。要卡久了，嗯。坚持13分钟。我们先去拿卡了。去三楼不不不不不。他们也三楼那个。是把画面被屏蔽，我刚照你接了吗？我们到三楼。你等一下，你说我这边拍两照。那个周总呢？这个。一个金的，一个充电的，你看那粉啊。不不。我俩这边。然后我们。像别针似的，别一下，休息一下。
不是你张的是那个。你在吗？胸章，现在胸章都比那个挺挺难的。一会儿别下了。抓紧时间，兄弟们，抓紧时间！我刚才拍到我哥。哎，你老是挂。他们现在在组，还有现在休息，因为他现在是他让我们休息，要不然要休息。好月，我都没上，我都没上，你别看他现在在。去看看，我肯定拿低的，因为他们那不让开播。我在那边，什么知道？兄弟们，快点打出来啊！人家不让开播，知道吗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听我说啊，这个点的话，那个付费的还没有付费的，知道吗？抓紧时间把人气票全部打出来啊！现在第一名一定要稳住啊！人家不让开播，我哥进去了，知道吗？人家不让我，不让开播进去。最后十分钟。还是第一名，还是第一名。那个看着都。我再坚持十分钟啊！人家不让进去，知道吧？跑到这个门口。我们的感谢我陈默哥，感谢陈默哥啊！我跑在厕所门口，知道不？来了。行。姐，打上身份了吗？第一名。number one，哎笑。这两天没拿的，没拿的叫。给我来个烟。你什么班来的？我马上下播，人家在那什么呢？你注意点，反正提示过一次了。提示过了，我不吸这个醋的，我全没宣过门。你等等。没宣过门呢？啊，那行，那随便。哎呀，太吓人了。辛苦了，兄弟们，刚才群里都还没打开。我播一会儿就下去了，还有九分钟，还有九分钟。咱可四格的，对，咱们几分钟打完几分钟，打完我再那啥啊。240万了，我的妈呀，这个点咱们看看200多万。啊！哎呦，我刚刚想跟你讲，你是不是在杭州？嗯，你昨天晚上来的吗？对，你在杭州哪个区？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区。黎明区吧。那离我很近。啊！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我明天吧，后天，明后天吧。我找你吃饭去。我吃。要参加活动呢，行，咱有空。参加啥活动啊？是我离你很近，等下我发微信给你。上啥啊？我等下发微信给你。好，行。你打人气票吗？这反正就是还有八分钟。那我们来连一把呗。不整，就是随便玩，咱好，那你打吧。好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到了。小姨，你越来越好看了啊。哎呀呀呀！谢谢吧姐，我打发微信给你啊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好，太好了。不打人，打人就是咱自己玩玩，别整的给你打人一票，啊。第二名，没事，第一、第二没事，兄弟们，啊，在 PK 拉人一票，我觉得没啥。对，把免费的兄弟们整整就行，兄弟们，把免费的。没事，兄弟们把免费的泡，就是有的啥的整的一毛两毛就行，别整的那啥。嗯哼。
他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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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也别特意的去打，那个点没打过，也别占人点人那个人也那啥，嗯。吃饱了。低调低调。第三。嗯。金标是吧？这是，哎呦，这哎，这给我冲冲，这椅子弄烂了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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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从那儿吧，就从那儿吧就，对。你喜欢这个对。我从这边弄。对。你这镜头往这弄一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嗯。别扎手啊。我都没扎手。嘻。这是我咽了啊、哦，没事没事。反正作为一个铁铁人顶的，我带你带的作文写了，哎呀上不去、啊。你搁外边儿了？嗯。带着回锅再呢，这里就这。对，那吃饭的，完他赶上订。我叫外卖。在赶上他订的饭上了，我等会儿看。不是看他给订上订的饭，我等我要是不行，再别麻烦别人了。兄弟们，坚持住，坚持住。咱就这样随便吃就行了，别麻烦人家忙啥。嗯。一起上，咱们免费的整就行，兄弟们也别特意的去整，这个点啊，是第几就第几。感谢大力哥。又不是的模样，我又没模样了。还没有这么就直播呢。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你的衣裳换了？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给他们照一下吧。等会儿咱们去吃饭。嗯，他们在那坐下。不是我现在直播进去好吗？我还有五分钟。没事，没有开音乐，这外面太热了。我知道，我是。没事啊，你不用那么客气。没有，人家都在里面聊话。不是不是，我很快五分钟进，谢谢妹子，等会儿五分钟，打完就。有音乐，你在里面可开，坐我那一坐不就开了。你在哪里？在。在哪？姑姑在不在？外面太热了。好的好的。三对七，七嘿呀啊嘿啊啊啊！你忙。哎，你看啊，1 2 3 4 5 6 7 8，厉害，打得挺漂亮的嘛，嗯。还有4分钟，10公里，等会儿看，你们饿不饿？正在做，正在做。做。我们下面有饭店关门，因为你们来的有点晚，然后他们有的就没上来重新做。行。这还彩排吗？昨天晚上有彩排。对，他们昨天花姐不是来了吗？啊。花姐他们，然后盛仔他们一会儿在这彩排。哦。3分钟。才第一，咱们差多少啊？现在我开播就别关。哦，我马上就关，3分钟，3分钟就关。不用关，晚上你可以一直开，又没事。没事。这是谁呀？清空的是吧？好，兄弟们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。差50万就超咱们了，免费的最后再上吧，兄弟们，差50万就超咱们了。哎呀，这白天这么狠，都有什么节目的？就是晚上的时候，好像有什么请的有魔术师，哦，然后有明星唱歌，哦。我赵鑫来了吗？赵鑫没有，今天没有。哦，没有。2分钟。
那酒店酒店人助理。对，咱不能开酒，人家是在直播卖货，咱要开播的话，人家来了就给他也不好。那个咱们去会所吃点饭吧。行，好，你也吃吧。好，行。远吗？不远，就在这儿。就是他现在只能煮点面了，这个地方。好，可以。宝玉，你知道哪里？我知道。那我就负责大厅。然后你就说是冠军安排的东西。在问他几楼？他在九楼。下。宝玉。下，对的。下。宝玉，你说冠军安排的就行了。我说冠军的，我跟你说。收住。说冠军安排的客人，我来这是。就是刚刚那个我去的那地方吧。对，冠军安排的客人。那咱差多少分啊？你先拿第一了，狗爷。卡了，那卡。卡了。电梯里面信号。嗯。肯定是第一了。再卡了。第一名吗？来，好。第一啊。差八十块。行了，兄弟们，我下播了，兄弟们，我下播了啊。然后呢，现在去吃饭。嗯，好，兄弟们啊，第一是吧？辛苦了各位，辛苦兄弟们，我就下播了。然后呢，人家这个啥的，咱也不要开播也不好。对，有人，整的人家也。好。我呵呵，好了，行，对，咱们要是这啥的话，人家也那啥，人家办活动，咱要开着播，也不礼貌，兄弟们啊，嗯，就下去了啊，兄弟们，我就下去那个啊，理解啊，红了吧，应该红了。这又是冠军安排的朋友，那个会所不让直播了啊，会所不让直播，兄弟们下，兄弟们啊，这不让直播，兄弟们下，兄弟们啊，不让直播，兄弟们走了啊，爱你们。